郑爽、张恒参加活动，台上甜蜜牵手，秀恩爱能力超过徐璐、张明恩。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还没有播出，就已经非常的受关注了。在8月22日的开播发布会上，郑爽和张恒、徐璐和张明恩两对情侣也都到场了。两对情侣现在话题度都很高，也都非常的恩爱。这一次发布会，两对情侣也在台上大秀恩爱，疯狂的撒糖，让很多观众都柠檬了。张明恩在台上用了浪漫的公主抱，把徐璐抱了起来，两人对视也非常的甜蜜恩爱，让人羡慕。张明恩和徐璐宣布恋情之后，就一直大秀恩爱。不过，相比郑爽和张恒，张明恩和徐璐秀恩爱的水平还低一些。在台上的时候，张恒牵住了郑爽的手，还放在了身后，低调的秀恩爱。郑爽和张恒的这个背后牵手，非常的甜。免责声明：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